情的关怀。今天我终于鼓起勇气向你表达我的爱。一段情要埋藏多少年，一封信要迟来多少天，两颗心要承受多少痛苦的煎熬，才能够彼此完全明了。你应该会明白我的爱，虽然我从未向你坦白，多年以来我对你深切的关怀，为什么你还不能明白？不愿忘记你的爱，这是我长久的期待。为什么你还不能